屯門至馬鞍山單車徑已經正式啟用，全程大約60公里。我哋警隊社交媒體就嚟試一試呢條路。就好似坳头呢一段路，假如咁多人，唔系好够过，最好就落车推车啦。过咗南新围之后，呢段锦博路隧道就要小心啦。呢度系炒车热点，十月头就一个炒到昏迷啊！唔好咁快啊，记住。有啲路因为系要经过当地居民嘅屋企门口，单车径会分段终止咗噶。大家记得唔好踩啊！去到粉岭火车站呢一段都系一样，呢段行人路咁多人，大家记住落车推车啊！条啲斜路又斜又急弯，好似水围呢条隧道咁样，千祈唔好踩咁快啊！去到马料水呢条直路落斜隧道就系直嘅，个个都收唔到掣，久唔久又有人过双白线，一撞就大大镬噶啦！记住记住，慢啲啊！最后一个炒车热点，孖桥落斜去沙田呢、这个右弯好难睇到对头车噶，都系收慢啲啊！成条路阔咗，舒服咗。不过都系小心啲好，踩单车变坐白车就唔好啦。